戒咗啲哭腔佢啦，呢几个都唔中意噶。青山策划没有雨淋，如我一个痴心，在梦里筹划流星雨的幻影。我的舞蹈，你的爱情，春花没有雨淋。你不给我一颗痴心，哇，这个梦里春花流星雨的幻影。大家好，我是莫建发，来自新加坡，我是一位演员和摄影师，今年58岁。他参与过的剧集或者电影十几首之数不算有多过100部，多到100部。在2021年他参加了新加坡的唱歌比赛，叫做黄金年华。他请了一个唱歌老师，就跟他学了2年。今年我又再參加，攞咗第3名。所以打低曬冚唪唥嗰啲對手得，就嚟到呢度做20強啦。好，四眼燈，聽聽評審嘅意見先，肥媽。真係要唱到嗰種韻味嗰啲咧，你真係要問一問你嘅前輩。其實咧，阿肥媽你揾我講，尤其是呢一 part 係好啱，因為點解咧？我自己本身咧好中意睇 musical 嘅。咁頭先我睇你表演嘅時候咧，就好多 flashback， 我睇緊當時我喺英國睇緊嗰啲表演者嗰個水準啊。哇！咁只不過咧，我有少少嘅 critique。就是啲尾音，嗰就多咗少少，都唔少噶啦，系咪啊？真系減少少咧。我稱之為呢個係打 CX 版，你要飲啲水啊。CX 減翻啲咧，我就咁噶啦。減曬，真係減曬。我得不到你的愛情，愛情唔死得啦，大佬。戒咗啲哭腔佢啦，呢幾個都唔中意噶，嚇知唔知啊 ？OK。OK。Thank you， 恭喜你。Thank you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昌文，做过光龙一定实力非凡。中年好声音三新马海选篇约定你啦！中年好声音三之决战新马，星期日晚8:30，翡翠台。